到酒店了，这一次住的是王思聪家的酒店，对，选的万达，房间不大，但是我觉得很精致，外面的景色也不错，不过是不是在装修啊？怎么咣啷咣啷的？我们去看一下浴室，浴缸。洗手池，淋浴间在这边。我们点了一份鲜芋仙，哦，不对，是三份鲜芋仙，点了两份冰，一个汤好像是，哦，是个芋泥厚奶。为啥来这儿吃鲜芋仙？主要是济南的关了，吃不着了。那我们现在开动啦！好久没吃鲜芋仙了。芋头。要补充，我这边没有。这是他点的冰，看到吗？冰也不错。为什么济南的鲜芋仙要关掉啊？满季都能开着，我觉得济南吃甜品的好吃的地方不多了。这一份是这种莲子什么的也比较多，就也是个冰。我还是最爱吃这个，我不知道叫什么，就这个东西。还有这个，这种的，还是黑色这种好吃。吃东西怎么这么饱？不像，不像什么花生酱煎饼，吃食物可以转一转，大屎豆。大赤豆。你们喝这种汤，是拿勺喝还是自己端起来喝？它要没有这个打桩的声音，这个景还是真不错的。可能有点吵，因为底下不知道在打桩、打壶还是建什么的。上饶的行程跟在黄山的行程差不多，就也是待3天2夜。等会儿我们会去一个地方，我先就不剧透了。晚上想去吃广信传说，然后明天的部分就是爬三清山。我们这一次就是这么安排的，爬一天山休息一天，然后再爬一天山再休息一天。明天晚上回来呢，去吃老闽田螺。后天早上呢，会再去打卡一家小店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还想去附近的上饶博物馆看看。然后上饶三清山的这个行程就结束了，那我先不多说了啊，收拾收拾，准备出发，去我刚刚卖了关子的地方。要等，
买的东西，等我们去买冰淇淋。室友买了一个纪念章，新四军的壁徽。背面是这样的。刚刚跟大家说过的地方就是这里。其实我来到这种地方会有一点不舒服，就是那种会有生理上的不适的感觉，但是我们能有现在的生活都是因为他们嘛，所以应该来看看了解一下。还有呢，你那五一的那个已经上次那个电网铁线那五网了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舒服吗？不舒服？为什么不舒服？你为什么不舒服？原来就是烧辣椒水啊，烧那个你看看，啊，那个水池，看到吗？那个水池你看到吗？就打了一半的时候，就把你头劈在那个水池里面，知道吧？那气喘不过来，那不就难受死了？淹死了。啊，是吧？那么就走了。他们那次武装暴动以后，就从那个后面。这是往死里整的呢。我们晚上吃这家广信传说，这家店很有特色。有一种城市中的农家乐的感觉，左右两边都是做饭的地方，经过这里都很热。然后依旧是明档点，每个竹筒里都是菜苗，拿着去前面点菜就行。这个鹅刚刚我点菜的时候它在那边切，然后上面是肉，下面是一些鹅肝啊、鹅胗啊什么的，看着就很好吃的样子。这个菜我管它叫 baby 藕，这个也是当地的一种特色，叫什么我忘了，一会儿打上吧。我们吃完了，现在7点，已经各种排队了，然后外面的车都停满了，水车也转起来啦。
早安，我们到了三清山上，现在什么都没有，全是雾。哎，上上上上！哎，你讲的庐山公园。我就是雾，不是汗。有多远呢？不要太高，这样子好了。其实大雾天也有好处，要不然像我这么巨高的人，现在这样肯定超害怕。这是传说中的玻璃栈道，我走的是木头路，并不敢走玻璃栈道。室友说他要花15块钱让我走一走，我到现在没有理他。哈哈哈哈，外面什么都没有。公安跟这个消防，来把这两姑娘给救上来，两个人都没有问题。那你们怎么有这么多锁？啊，这个，以后你找到女朋友，你就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锁了。银行锁。啊。其实该离婚的还是得离，锁是锁不住的。这就是刚刚走过的桥，不可怕。那边有一个玻璃栈道。兼职就是胜利，兼职就是胜利，那就拍个照。走过去那段路底下全是玻璃的，我站在这里都觉得害怕。并没有那个勇气过去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雾海，给你们看一下我惨兮兮的样子吧。现在其实已经好多了，刚刚真的是被汗整个都湿透了。如果体力不是很好的话，三清山还是慎来吧，因为它前面那段爬的还是挺多的。不过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平缓的平路上坡，现在就不累了。看不到。你像我们现在就是走这种平的上坡路，然后外面就是，虽然现在是雾，但其实就很高。就这种路其实比刚刚的台阶好太多太多了。那我们能来来来来来，咱俩发财。来来来，拿货来，漂亮的。只有两只。人家说了一公一母呢。还不两个咋？两只三天了。嗯。二十个了。你绝不害怕。你看看他都来了。你们要过来吗？跟我们回家好不好？咱俩是两只。啊？你家还是狗吗？这一堆咱可没那么多。咬别人吃肉。哇。它已经很肥了，你看肥嘟嘟。人家有名字的。刚刚是个小公主吗？嗯。啊。外面看的东西在起来。到了巨蟒山。真的好漂亮呀。好神奇呀。太难得了，下雨把雾冲散了一点点，所以还能看到。这里就是之前有人爬，然后打了20分钟钉子的地方，真的太可惜了，这么好的地方。没事，我要参加高考的时候一定搞定。现在雨也很大，然后也是来我们后面的朋友，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东方女神的观景平台，在这里呢可以看见东方女神，还是非常的朦朦胧胧的，一来应该就可以看得见啊。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拍拍照啊。我们从三清山上下来了，今天晚上就不出去吃了，点的外卖。老闽田螺，超级丰盛的。那我们开吃了。
室友已经等不及了。看的这个电视剧。三号检票口检票进站，进站后到三站台上车。刚61次列车开始检票，请到三号检票口检票进站，进站后到三站台上车。我现在已经开走了。